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欢迎大家。我觉得他就是，例如说把可能有五十个人，把他放在五十人中间，你第一眼就会看到他，因为他够高，动作也够大，然后他的表情好丰富哦，好丰富。今晚十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